你知道你插花的时候，我想到了什么吗？你就像是在跟这些花谈一场恋爱，你把自己的心全都给了他们，但是这些花也把他们的美丽。 都无私的奉献给了你。插花和调酒是共通的，酒就是我的情。小卢，你回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马队，我跟马队是多少年的老朋友了。哎，嫂子，我决定了。 以后我酒店的花就都从您这儿定了。那真是太好了。媳妇儿，我俩出去谈点事儿，马上回来啊。嫂子，我还有一酒吧呢啊！谁让你来花店的？你想干什么？马队，别激动啊！你是人民警察，你真让过来过去的人看见了。 多影响形象，是不是？我就想找你帮个忙。什么忙？邱建设现在四处乱窜，就跟疯狗一样，不能让他这么到处乱要。他的事你们自己搞定。多个人多份力量啊，他一旦如果先被警察抓住了，就很麻烦。
我会提前通知你们。好，还有第二件事儿，圣利亚现在被关在看守所，听说过几天要押走。他的事儿是省厅亲自督办，轮不到我插手。办法呀，都是人想出来的嘛。圣利亚肯定捞不出来，你们不用想了。我知道。 让你捞出圣利亚确实是太为难你了，但是可以让他说不出话来。替你们杀人的事，我是不会干的。又没说让你亲自动手，那也干不了。马队，我觉得你有空的时候。 应该跟嫂子学一学插花这门艺术。你看，我今天就学到了一点。这个插花呀，讲究的是上轻下重，就这点跟人生一样。你得分清楚什么事儿重要，什么事儿不重要，才不会迷失自己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嫂子这么心灵手巧的，要是万一出点什么意外，你威胁我？ 这不是威胁，是同舟共济。这船要是漏了，马队，那是一个人堵能堵上的吗？得大家一起协作呀。为什么不找曲江河？这插花讲究的是每一枝每一树都在它最合适的地方，他有他要做的事儿，你有你要做的事儿，就这点道理不明白吗？ 孟川生知道吗？他知道不知道重要吗？你不是在帮他，也不是帮我，你是在帮你自己。在里面过得怎么样？里面吃的还行吗？ 能怎么样啊？放心吧，你老公在外面待着孩子，他俩过得还不错，你在里边好好改造，争取早点放出来。嗯。行，不许讲话。
来了。今天天不错，早上下雨了，现在晴。这天边还飘着点浮云。我以前有过一个女孩，长得挺甜的，我还挺喜欢她。她当时在省委办公厅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是个办事员。我们谈了几年恋爱，终于要见到双方家长的时候，她告诉我，她怀孕了。孩子不是我的，我当时就懵了。他说他心里喜欢我，但是他不想跟我一起过苦日子。他说，要么找个有钱的，要么找个有权的，而这两样我都没有。所以他找了个有权的，即便给人家当小三儿，他愿意。他等着他离婚。就从那会儿起，我跟小军去开金矿，我发誓要成为一个有钱人，我发誓要做到一个跺一脚地面颤三下的人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又找到我，哭了。他说他被骗了，那男的根本就不想离婚，而且除了他以外，外面还有其他的女人。他逼着他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，他不干，他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，然后带着孩子再去找那男的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他把和那男的俩人相好时候的录像录音全交给我保管。可惜分娩的时候他难产，大人孩子全没保住。再后来，矿上出事儿了，迫不得已，我就拿着他给的我这堆东西去找到那个男的。他怕了，答应帮我，但我心里一点也不感谢他。在我心里，我其实感激的是那个女孩。如果没有她，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就。我就不可能成为什么金川的首富，所以在他的坟头上，我跟他说：“从此以后，我再也不会碰任何女人。”事情就是这样，我讲完了。该走了。盛丽亚在看守所自杀的事情。都知道了，你们怎么看？听说了，看守所我还是比较了解的。那个地方想要带进违禁品，是非常难的。所以我建议，谁给的他，谁带进去的，我们往这个思路查下去。在盛丽亚自杀之前，曲江河去看过他。马队，你怎么看这个事情？我还是那句话，没有证据之前，怎么怀疑都没用。没证据就要找证据啊！之前赵明亮案子的时候，曲江河主动提出要放邱建设，邱彻会出现的时候，他又有协助逃脱的嫌疑。现在盛丽亚自杀也有他的影子，
这个曲江河跟何仲集团真的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不是严俊，您这个怀疑是不是有点牵强啊？而且你刚才说的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，没证据找证据，这是不是有点过了呀？裘千户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你要是这个态度，你就从这个案子撤出去。 严俊，我接个电话。好，虎子，交给你一个任务，他要你盯住他。 你说他？您的意思是？希望不是他。虎哥，你说刚才领导他们这是？我刚才对领导态度是不是不太好？我觉得还好吧。怎么了？ 你小子是不是有事儿没告诉我？我要有事儿，我为什么不告诉你啊？啊，你得告诉我啊！肯定的，赶紧走！哎，你刚才问我什么？嗨，我的意思是，严局不是让我们盯着马队吗？什么意思呀？这是。 先生，你怎么看？要我看，作为一名老刑警，他就不应该没有自己的态度。学会踢皮球了啊！你跟老马时间呢，肯定没有我们两个人时间久啊。这么多年，他什么样我心里清楚。我们俩过过命，严局在督察这个位置坐久了。 看谁都不是好人。我也是这么觉得。生哥，怎么了？我觉得老沙最近有点怪。怎么呢？他面上太安静了，而且我听说。 他开始不往外放钱了。本来厂子里放钱最多的是我，其次是老沙。但是最近很多客人都说从老沙那儿借不出钱来，而且他开始不停的催以前的账了。还有一件事，我只是听说啊，老沙正在找人买自己手里合众的股份。看，愿意卖就让他卖去呗。 那他要是低价卖给别人了怎么办？他卖，有人敢收吗？其实他肯定不会出卖你。 这里所有人都会出卖你，包括我。但胜利亚不会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干？要么在监狱里蹲一辈子。 要么死，你选，选不出来。
很多事情，很多时候，让我们无法选择。就像六年前，不一样。那个时候，我们是逼不得已。逼不得已，是。所以我杀了小舅之后，其实我想杀了你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杀了邱社会，这样我们才能在一艘船上。合众这艘船，我们开了六年。胜利亚是最值得我信任的。可这艘船开得太久了，趁着有机会，该下船了。骄傲的船长是不会下船的，他宁可和这艘船一起沉没。我有这个自信，我一定要把这艘船驶出风暴。先解决眼前的麻烦。邱建设就是条疯狗，怎么办？疯狗，我就不能让他再张嘴咬人。沙总，沙总，你辛苦了这么半天，一直在这等着他。这个建设这孩子呀，他不靠谱，他不定什么时候回来呢。您看这样好不好？您先回去，等建设回来，我马上告诉你，好吧？身上没有，我给你取点去。行，快，快点走吧。
今天什么菜啊？红烧茄子。你快去洗手，饭马上就好了啊。哎，你怎么把头发给剪了？胡子也刮了。矿上闲的就给刮了。邱建设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自己老公都不认识了。邱建设，你给我放尊重点啊！我可是你大嫂。大嫂？你开玩笑的？我爹妈都认不出我俩来。我不是认出来了。我哥呢？还没下班。媳妇儿，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建设，哎，咋了？回来也不说一声，你打我啥？你不是我亲哥，我不能回来。是我亲弟，去看爹了吗？看他干啥？没去。不去也行，正好陪我喝点。喜欢，你嫂子买的，喜欢拿走吧。给他吧。谢谢嫂子，谢谢大哥。啊，弄点菜，再加俩菜。这跟我挺配啊。给我戴上。哎，兄弟在这儿呢。给我戴上，嗯。又受不了你嫂子这套，建设，你听哥的啊，以后找媳妇儿就得找像你嫂子这样的。好嘞，好看吗？好看吗？好看。奶奶，我快到家了。嗯，我今天就是多问了老师个问题，所以有点久。我想吃面。嗯。
个都是跟着你的，哥几个，算了算了，一口馒头，少吃一口死不了。起来吧，起来吧，散了吧，哥几个，散了散了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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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你们俩怎么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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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裘先生，你想干嘛？儿子书包丢了，你不管，非得管别的事情，你会遭报应的。吃口干的，别老喝稀的布丁了。拿着呀！我他妈用你可怜我！你给我站住！回来！冲动，对不起啊，喝一口。不喝。喝一口。你为啥要饭啊？哎，此言差矣啊！我是流浪，不是要饭。不都一样？当然不一样，流浪那伸手捡，要饭那伸手要，两码事儿。还挺有文化的，然也。像是有故事的人。嗨，谁还没点故事呢？那你好好看看我，说说我有啥故事？不不故事呢，我不知道。但是啊，这坎儿肯定能过得去。咋过呀？咋过呀？人活着呀，总能过得去。借一下。哎。哎，卓警官吗？卓爷正在开会，有什么我可以帮你转达？我是邱建设，我要自首。
绝话，也不会害怕融化，在命运之中仰望着光，若白不脱这寒冷，就跃入你手中，让温暖的痛结束一切噩梦，就让我飞，就让我碎，就让我追，追着电影中的笑容。